哎，路上的流浪狗多可怜呢！啊，好可怜啊！那个人的雨伞被风给吹翻了，啊，这个故事呢就教训人们，做人别翻脸不认人，要不然的话呢会没好下场的，就像那一家子的混球一样，啊，风餐露宿的多惨呢！没有油角吃，嘿嘿，连桌角都没得吃啊！哎，回来了，哎，你的亲戚回来了，哎，情况如何？ 你妈他们在里面干嘛？没有，我哪敢啊！我站在你这边的嘛，站在你这边就不许这个出卖你，不许背信忘义啊！啊，这就对了啊！算了，我这个老爸没有白疼你啊！你妈他们在里面干嘛？没干嘛，全都站在那里啊！他们可能还在生你甲中风的气啊！全都站在那里，就表示没人去帮忙了。哎嘿嘿嘿，哎，我甲中风生我的气，难道让我真中风他们才高兴吗？哎，不管他们了，总之我见到那个混球一家人呢，个个都凄凄惨惨的睡在大马路上，我就开心了啊！哎，去吃油角，哎，哎，李大伯父，你会不会冷啊？我可以把暖炉靠你近一点，李伯母吩咐过我要全权负责招呼你，我说外交部长啊，富贵，我问你想吃什么，我问你准备。 不用吃了，吃胡萝卜。谁拿的布条？我啊，不过大成哥摸了牌了。拿出来，我要碰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玩嘛，又没多大，就这样。爸爸，想想不对啊，你们还是去我宿舍睡吧。我怕二叔突然心血来潮，跑来怎么办？你的宿舍有多大？豆腐似的，我怎么睡呀？等一下，你的床啊，被大力躺下去就散了。等一下，刚才干什么了？ 关你屁事啊，大鹏！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爸爸，我又把凳子坐坏了。哎呀，大力，怎么搞的这么粗？换个凳子。哎，不要动啊！李大伯父，你现在忘了这个一蹬换凳不太好，会泄了旺气啊！别动，别动。哎，还是别动，还是别动啊！你可真会说啊，大成。好好都不要动啊！我先做太空椅，练练我的腿功。来，当练功啊！来来来，继续摸牌。 哎，几天的残祸，都应该马桶啊，真舒服啊，呗。喂，你两个多月的身孕，肠胃不能这么淤塞的，让阿祥知道啊。哇，他会心疼的。知道了。哎，阿北啊，啊，原来你跟二叔斗气啊，也不会很丢脸的。好，你看这里啊，这家人呐，为了争财产，互相批斗啊，个个都当了红卫兵了。批判我老弟是该批判，想当年呐，我坐牢的时候写信给他，向他求救，他耍都不耍我。 下放的应该是他，应该把他下放到黑龙江去。怎么李伯父有这么多辣吗？难道我冤枉他啊？我以为你很懂事呢。快打！哎呦，只有一张床啊，那你们睡吧，你们要劳动，我睡地下吧。不用了，大姐，我们打牌打通宵嘛。我外甥睡床上，到谁了？到你，到你，到你。哎，梅姐啊，哎，你们来了这么久，哥哥，你没去找你老公吗？ 哎呀，祥哥不知道我来香港，他的生意做得很好的，他现在在美国做贸易。哎，我可以打他的行动电话，有那个什么世纪通的啊。啊，去打吧。哎，那里。哎，李大伯父啊，你的女婿好有本事啊，他的香港没有亲人了吗？有的话早接我们去住了。哎，他家所有的亲人全都移民了，梅儿梅女，那这个肚子。 可是个宝了，对对对，不怕，很有本事的，住在啊，住在何文田山顶大地院。喂，就是那时候啊，报纸上面写的，100多万一个筹的那个地方。哇，很快就会拿钱给我们做生意了。大少啊，过来帮我吧。我学历差，行吗？行。不过呢，你是我弟弟的好帮手，我挖你过来好像不太好。 阿北啊，翔哥的电话每次都是那个女的接的。又是那个女人呐？是啊。我来听。你听。给我。你所打的电话号码暂时无法接通。大姐，这是接不通的电话录音啊。哎呀，你别那么紧张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翔哥有别的女人呢，他敢的，我就拿着他的一脉单传。喂喂喂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！
我们一家人的幸福，全都靠他了。对呀。哎呀，糟了，爸爸，今天我们可以睡在这里，那明天怎么办？是啊，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还有二婶嘛，二婶最有人情味，一定会帮我们想办法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吃烟，啊，吃糊，还要吃什么？火腿，火腿，来一只吧，啊。 刘姑婆，恭喜发财，恭喜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想顺便问问你，听说你儿子在贼一冲买了个小单位，是不是想租出去啊？哦，还没有啊。哦哦，租多少钱啊？10,000。哦，我有个亲戚刚从大陆过来，他想找个地方住，我先跟他说啊，然后我再打着给你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好，拜拜。 老婆，这个玉观音呢，送给你。再大的观音送过来也保不住你啊。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搞分化，搞对抗啊！叉烧饼啊，我先问问你，我们谈恋爱谈了多久就结婚了？3个月啊。我又不是奉子成婚，你又不是赶着去充军，为什么嫁得这么急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妈病得很重啊。 我们结婚是为了冲喜，那我倒了杯媳妇茶，跪在你妈妈床前的时候，她说了些什么呀？我，不记得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喝了忘情水啊，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但是我每一个字都记得。婆婆说，李家除了李彪炳这个儿子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李彪悍了。哼，彪炳的脾气倔，性子急，他叫我要想尽办法。 把李彪悍给找回来，让他们和和气气的在一起。别说了，我妈那时候病得太重了，脑子给烧坏了。既然你说出这句话，就表示你记得一清二楚，因为你当时也是说了这句话。哎，润善呢，你好好想想，那个混球一出现，牛年第一天我们就斗牛了，你居然还帮着他，哎，你怎么做我的好老婆呀？ 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好老婆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在婆婆的心目中，我是一个讲信用的好媳妇。儿女都会站在我这边的。哦，哎，那你这是孤立我了，老婆，你可千万别忘了我血压高，不能生气，一生气会中风的。忘了提醒你了，要记得吃降血压的药啊，要不然你中风的时候，我们还以为你演戏。 在骗我们呢！横财就手，发财好事。哎，横财就手。又是你啊！一次过全叫去嘛，就不用我走来走去，浪费我的力气。喂，你要化悲愤为食欲啊？一早叫我来喝茶，看你猛吃这些猪脚啊！ 以形补形啊！我不吃点猪脚来补一补呢，我的脚很可能被人踩得像鸭掌啊！哎，你也不用这么偏激，汉表哥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吗？喂，你怎么连你也帮他说话呀？啊？喂，我跟你几十年表兄弟了，哎，所以说你这个人呢，太没立场了，太被动，太不堪一击。 你坦白说，你坦白说啊，你拿了他什么好处啊？你说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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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是在电话里拜了个年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这么好，我怎么会生冤他呢？嗯，这个差不多，总算有一个人肯支持我。其实我最气的什么呢？是他冤枉我，说他在大陆坐牢的时候呢，写过信来向我求救，我不理他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收过他什么信。是，知道知道。哎，还有，他居然离谱的还冤枉你呀！ 哎，我最了解你了，你除了会抱石头，就是人也像个石头，对吧？是是是，你打算怎么对付他呀？用我的拳头，见一次面就扁他一次。啊，见一次就扁一次啊？嗯，喂，你是个标准的好爸爸呀，你不怕破坏你的形象啊？会吗？当然会了，一个人要是失控啊，什么劣根性啊、丑态全都会表现出来的。哎呀！ 你看，都是那个大混球害的吧？他一出现呢，就害得我叉烧饼变成小切饼，弄得我好像事事计较似的。那你想不想反败为胜呢？啊？来一招，敌动，你不动。什么？
地动我不动啊，你可把我弄糊涂了，我不懂啊。你现在像头牛似的，当然让他占据上风了、啊。你应该呀、啊，打开大门，引他进来，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啊，等他出招对付你。哎呀，妙计呀、啊！啊，等他一出招的时候呢，你的什么丑态都出来了、嗯，那就不用我动手，我老婆儿女自然会想办法驱逐他出境，对不对？是是、啊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，达利，飞机从上面飞过去，哇，好壮观啊！谢谢啊，喂喂喂，有没有礼貌啊？哎，过来恭喜人家嘛！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哎、不行。恭喜你牛年行大运，万事胜意，哎，大家如意啊！恭祝十表叔十表婶龙马精神，一本万利，乖乖乖乖，恭祝十表叔十表婶步步高升，大吉大利，好好好，恭祝十表叔十表婶财源滚滚，心想事成，好好，我也到了压岁钱，压岁钱，一人一个啊！哎，老表啊，谢谢你教的真好。现在的小孩子不肯跟父母到处去拜年呐！哎，这几个包袱根本就丢不下。哦，就拿打麻将来说吧，没四个人就打不成。哦，哎呀，彪悍呐！你多年来父兼母职，儿子一定把疼母亲的那份心情拿去疼你了，你出声响啊！爸爸，祝你好啊！长不大，哎，过来吃开年饭，一边吃一边聊啊！来来来来，随便坐啊，随便坐来。好，来来来，阿石，来坐坐坐坐，真不好意思啊！大年初二一大早就来吃饭，嘿，哎，客气什么，自己人嘛。阿北，没关系，等翔哥从美国回来，我一定叫他请师表叔、师表婶好好的吃。嗯，石表叔对我们印象都很好，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常拿一些吃的用的回乡下给我们的，嗯，还常常汇钱给我们呢。是哦，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阿石啊，你比我那个弟弟真的好多了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我托你带封信回来给他啊？石沉大海，阴线全无，你说生不生气？气是该气，不过呢也别不理他呀。这倒不会，二嫂她人这么好，一家人都很随和，除了她，茅坑里的石头。是是是，昨天一见到我们二叔就脑中风了。是啊，嗯、没有啊，服务长跟我说啊，他是假中风啊。假的，哎呀，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，也太幼稚了吧！再次让我见到他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其实他昨天晚上也很担心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他早上约我喝茶，红着眼睛跟我说的。不会吧，不像他冲动的个性啊。阿北不相信，我们也不相信啊。不相信，不相信啊。哎呀，一个人做错事当然想补偿一下嘛。那最重要的是一团和气，一团和气啊。是是是是，我就是为了一团和气才忍了几十年。哎哎，你看看，我早就说过老表肚量大了，啊，从不记仇的，所以下次见到他也会给他一次机会的。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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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去盛点汤，你们慢慢吃啊，不要客气。我来帮忙。哎，都怪我这个信哥，怎么那么不小心落了封信，结果害得表哥坐了那么多年的牢。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当年三叔伯不在上面帮我们找到信了吗？反正我们又没有拆开过。干脆拿出来还给他，总比以后揭穿的好 啊！不行啊，你要我变成烤乳鸽啊，一个是烧茶烧的，一个儿子呢单手能劈甘蔗呀。妈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我特地买了些您最喜欢吃的斋来给您，而且呢还带了很多加了料的东西给您看。这一大堆呢，全部都是今天早上我偷偷在铺子里拿来给您看的。这十几个、二十个烟屁股啊，是那个混球抽的啊。还有啊，鸭屁股啊，烧肉啊，有牙齿印在上面啊，全部都是被那个混球咬一口就丢掉了。你说它多浪费啊！哎，还有。这两个骰子是在地上捡的，还有几张他坐坏的椅子，不过太大了，没办法带过来给您做呈堂证供啊。妈，要不是当年那个混球的老娘不肯拿钱给您治病，您就不会丢下我跟彩瑶就这么走了。是
您老叫我大方一点，就当黑板上的字擦掉就算了。但是，妈，您知道，我一向最听您的话了。啊，这件事不如掷骰子决定吧。如果是双呢，我就听您的话原谅他；如果是单呢，我就跟他斗到底。双，三盘两胜。双，五盘三胜。双，哎呀，七盘四胜。哈，这两颗骰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每次都是双，那不就表示我要原谅他吗？啊，又是双。恭喜发财，兄台。哎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买几张吉祥话回去过年吧。好啊。嘿，随便拿哪张都好，每张都是吉祥话。啊。一团和气很好啊。家肥屋润更好啊。阖家平安也不错嘛，不过呢，一切都要从一团和气做起。一团和气？是啊。去哪里啊？再想去哪里？好多菜，今天的菜是润善做的啊！来，哎呀，今天真热闹啊！大家一起吃开年饭。润善呐，你这道发财好事来的真是及时。妈，有什么比叉烧饼和大伯父和好更高兴啊？他们俩无缘无故一起回来才是怪事呢。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感情是很微妙的。老爸肚量这么大，我真的好崇拜他。哎，但是怎么看他们两个还是属于私底下勾心斗角的小孩子。是，欢迎老爸。吃饭吃饭吃饭，吃饭了吃饭了啊！坐吧。子浩，会了，我会用了。喂，拜托你小心点，弄坏了要赔的。坐，知道了。来，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顿开年饭，一团和气，四季平安啊！叉烧饼啊，你永远都是儿女们心目中的好榜样。来，你吃鸡腿。大伯父也吃啊。谢谢。老婆，在我吃鸡腿之前呢，我想吃一样我最喜欢吃的东西。你吃啊。不好，你吃。不好，你吃。还是你吃。你吃。不，历史镜头赶快拍下来。对啊，水煮鸡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在这儿啊。我在这里拍摄一场世纪大决斗。你吃。叉烧饼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你看到了，瓜子花生，我在这里过年呢。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。是你叫他一家人来吃饭的，自己又躲起来。现在还有几个钟头才到年初三，你想提早发脾气，提早吵架。就算发脾气啊，也是发自己的脾气。吵起架来准没好话，
我当然要绕着走避开他了，省着破坏我在儿女们心目中的慈父形象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嗯，哎，你不要出去叫他们进来劝我啊，这次我跟他斗到底啊。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决定的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劝你啊。不过我想你还要在这个防空洞里住好几天，恐怕你的瓜子啊花生不够，我出去帮你补货。哎，润山，你也别说这种话啊，今天早上我在茶楼呢吃了五六道横财就手，才有脚力跟他斗下去。哎，刚才吃饭啊，你们兄弟俩在桌子下面踩来踩去的，我看得多心疼啊，有没有受伤啊？伤得不太严重啊，踩两脚小意思，我用跌打酒揉一揉就没事了。哇，连鞋子都踩烂了，哎呀，一定伤得很严重了。不过是人家啊。喂，我这个叫做还脚啊，不犯法的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？先挑战者见，打死无怨。哎，进了我家大门，吃了我的开年饭，就该有心理准备。这件事是他的错，这还用说？他到了我们家就不应该反客为主。嗯，不过还好，他的儿子录下了所有的罪状。哎，是他无聊自找的呀。他还老叫我小气饼。你也知道啊，他老婆本来年纪轻轻，白白胖胖的，怎么会突然死了呢？一定是受不了他，被他气死的。哎，所以我说啊，他的儿女应该要感谢我，帮他们死去的妈出了口气呀。哼，叉烧饼啊，嗯，我认识你那么多年，今天才知道你这么蛮不讲理。那你恨大妈而已啊，也不用把所有的罪状算在大伯父一个人头上啊。哦，你没听过什么叫母债子偿吗？啊，这就是一个好样板。大伯父现在已经在吃苦受罪了。哼哼，你自己也说他老婆年纪轻轻就死掉了。他们的儿女啊个个都普普通通。小梅啊没有我们的女儿漂亮。大力啊也没我们的天福那么聪明。连书念的最好的子浩啊都没有我们小安那么能干。你说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呀，这老天爷没有白内障，看得很清楚啊。你已经在享福了，所以照我说为什么要跟一个在受罪的大哥斗呢？那我常常在说啊，你面相长得好，眉心宽啊，肚量大，心地好啊。哎，这倒是啊。安如山，你也知道我每次走在街上看到乞丐呢，我都会给他们钱。那我现在把他们当成乞丐不就行了？说到这里，那些大乞丐小乞丐大包小包的准备去哪里啊？万物以你为尊，既然你不想看到他们，我叫他们去天府那里住了。天府那边做避难所也是个好办法啊。不过你千万要记住提醒那个标冷汉啊，叫他别再点燃火头，要不然我对他不客气的。现在请问老爷子，您可以移动贵屯出房了吗？老婆，为了保持我在儿女们心目中的形象呢，这些个东西你帮我拿出去好不好？啊，嘿嘿嘿，喂，快起牌啊。嗯，这没。喂，出来了。哎，妈啊，会开完了。妈怎么样？要不要灭火器啊？去清仓去吧。啊，润山一出马呢，叉烧饼的火就熄灭了。哎，想不通为什么老爸见了大伯父之后的脾气比乐乐还差，而且呢，两个男人的斗气斗得简直像三姑六婆似的。是啊，因为他们的感情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岁的阶段，没有改变过。因为跟你的智商差不多。你呀、啊。对了，大伯父有没有打个电话来啊？没有，不过我刚才送他去坟岭的时候呢，已经跟他说过了，随便坐随便睡，别客气了啊。哇，还很聪明啊，大哥。听说你只锁好了自己的柜子啊。那青云的锁坏掉了吗？怎么锁啊？哎呀，你们两个别一见面就抬杠了。润善呢，我觉得这样下去呢也不是个办法，叉烧饼兄弟两个一碰头就冒火花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润善的妙计最多了。哎，你想个办法搞定他们两兄弟吧。我已经在动脑筋，想利用大过年的这几天趁机制造娱乐气氛，让他们兄弟面对面的坐下，我们在旁边陪他们好好聊聊。哎，也就这么办。哎，好主意啊，打麻将，打麻将啊。哎，不行，一打牌一定有人输有人赢，万一叉烧饼输了钱又输了面子，那不是火上加油？怎么会呢，文娟，
由我们两个老人家下场控制整个大局，那就决定由我来输给这个标准汉。那我就输给小七饼。是啊，多输点儿，赢到他笑为止。对，外公外婆，你们的竞技经花不完啊，不像你们一贯的作风啊。是啊。我又没说过我们拿钱出来。哎，有润善的支持吗？啊，润善啊。啊，妈，我终于明白到一个融洽的家庭里呢，要个人肯吃亏的，还会有人被欺负。可是每一次被欺负的都是我。在香港看无线的节目真的比上面好多了，清清楚楚的。天福这里还不错，挺舒服的。喂，翻归翻，也有一点家教，可别像抄家似的。知道了，爸爸。啊，我在厨房里找到很多很难打开的罐头，但是大部分都被我打开了。干得好。还有三包方便面，还有这几罐歪七扭八的罐头。怎么弄成这样？刚才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太用力，把它捏扁了。阿北啊，唐大哥呢，把柜子全都锁上了，只在桌子上找到这两个糖啊。喂，爸爸，我在大圣哥的床板底下找到了两盒燕窝和一盒冬菇，还有一包虾米，你看看啊。香港人可真奇怪啊，竟然把这么重点的东西塞在床板底下。是啊，塞在床板底下就是有私心啊。哎，是高档货啊，我想八成啊是大圣的媳妇不想跟天福他们分享这些东西，所以放在床板底下像母鸡孵蛋的看着。喂，爸爸，我不明白，唐大嫂把东西藏了起来，但是又叫我们当自己家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这房子里边有两对夫妻，有一对兄妹，但是他们各怀鬼胎，互不信任，这种态度实在是要不得。不会，福哥不是这种人呢。香港是个大染缸，泡一泡就坏了，所以你们三个要记住，千万别被污染了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阿北，那怎么处理啊？腐败的资本主义物质，你说呢？不知道。煮了它，吃了它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好。每天早上吃方便面加虾米还是燕窝稀饭？喂，你吃什么？厨房的事，女人决定。哦，好了啊，现在到了收支平衡的时候，各位，你们今天收到多少封红包啊？爸爸，今天早上我特别去我们部门住的最多的北角到处逛，这些全部都是女同事的妈妈给我的，一共有15封，你数一下。哇。对啊，我也不错啊，我在这座大厦里面呢、啊、恭喜那些婆婆已拿到8封啊。好好好好。大爷，你呢？你呢？爸爸，我今天帮个婆婆搬东西，她是请我喝奶茶，所以我今天没有收获啊。我还不小心把你给我的压岁钱弄丢了。337。哇，每一封啊都是10块钱，香港人真的好有钱呢。是啊，30。哎，谢谢阿伯。30，谢谢爸爸。30零用钱，谢谢爸爸。剩下200多块，存到储蓄户口。好。爸爸，我们存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我们是来投靠姐夫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有姐夫投靠是一回事，不过我们也要自食其力呀、啊！那我们要像二婶他家一样，像二婶就是件好事，像他住的房子也无所谓，但是可别像他家住的那么挤。哎，我们乡下的鸡鸭牛羊比他们住的还宽敞呢。不过做人呢，可就不能忘本。以后等阿祥从美国做完生意回来之后，买个大房子，一定要请彪炳他们一家人来做客。是的啊，让他们见识一下。对，好吧。喂，大力啊，你在干什么你？爸爸，蹲习惯了吗？觉得这样最舒服了。哎。记得在香港呢，只有等公车和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才可以蹲着，听到没有？大便都不能蹲，那怎么拉呀？哎呀，那别说那么多了啊，
明天一早还要去小启禀家打麻将 啊，早点睡，养足精神 啊。是的，好，去睡觉了啊，睡觉睡觉。是不是快要见到祥哥，开心的睡不着了？还是别浪费时间烫的衣服吧。嗯，哎呀，这么软怎么睡呀、啊？怪不得小西饼的儿女个个软了吧唧的，直不起腰来。阿北，跟了你十几年的老婆，我带来了。跟你说行李太重，叫你别带来了吗？你的脖子硬。要睡硬的枕头的。哎，喂喂喂，嗯，半夜三更起床收拾，毛病还没改掉。我天生劳碌命，不坐不舒服。不过放心啊，再坐这几天呢就收工了。祥哥最疼我，一定会请佣人的。阿北啊，我想呢，我们开始走运了。嗯，阿北，你又在想阿妈了？哎，想起你妈，月圆那天生了大力就走了。阿妈为了保住大力的小命，连见都没见到她，就这么走了。我坐完牢，等劳改完之后，舍不得回香港，就是舍不得丢下你们三个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阿北，父兼母子，而且阿北的心地很好啊，后来还收养了无父无母的子浩回来呢。哼，就因为有你们三个才没挨得太闷。小梅啊，现在你有阿翔照顾你，我就不用担心了。嗯，子浩念书念得多，有本事，也不用我担心。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力了，都二十几岁了，还毛毛躁躁，老是丢三落四的。希望这次来到香港，阿翔提拔他，帮他找一份安安稳稳有前途的工作，那我也就可以安心了。阿北啊，你放心吧，大力是我的亲弟弟啊，只要我在啊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而且子浩和大力的感情很好，你不用担心的。你要记住，你是他们的大姐，要照顾他们的，不准吵架，不准斗嘴。是的。阿北啊，你怎么说？那为什么刚才吃饭你和二叔天蚕脚对天蚕脚？对，人家说打死不离亲兄弟嘛，但是我这个弟弟老想当哥哥。哎，只是请我吃顿开年饭，哼，还要做那么多的小动作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出巧多重啊！过分呢！要不是我太善良，我就叫大力扁他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！大力的无情力会把二叔的老骨头打散的。不想用他的老骨头去打鼓，所以看在二婶的份上，放他一马了吗？阿北啊，我在想，明天还是别去二叔家了。明天是。是口哎！啊，我就是要逗他吵架，叫他又燥又火，我就越高兴。嘿嘿，如果他明天乖乖听我的话，我还会给条内裤让他折丑。你欠他一条内裤吗？我怕他明天输得光屁股，所以帮他准备一条内裤。哦。阿北，阿北，天气凉啊，把外套穿上啊。大力呀，你又不戴围巾了，等一下一吹风啊，又咔咔咔咔咔。这女人呢，真是唠叨。哈，还是子浩最乖呀、不用我担心。啊，哎，那一人一碟草纸，吐完了痰呢，用来擦嘴巴的。阿北，哎，
唐姐夫说来接我们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大伯父，大伯父，唐姐。大伯父，各位早。喂，新华啊，大过年的你顶盆橘子到处抖，那不好像头上开花。好每年初三呢，我都买盆橘子给我爸，然后大吉大利，生意兴隆嘛。这样啊？哎呀，爸爸啊，那我们不是很吃亏啊？啊，不要紧，待会儿呢，大伯父你把橘子拿上去，这样大家都大吉大利了。啊，对啊。哇，新华想的真周到啊！上车。喂，你坐哪儿？我坐后面。大伯父啊，记得绑安全带啊！啊，喂，小梅啊，你要小心安全带，别勒着肚子啊！是的，我的肚子啊已经两三个月了，不会流产的。大伯父，你放心吧，清华开车很稳的，不会弄伤堂姐的。啊，大伯父啊，待会儿去完我爸那边之后呢，我带你们去澳门玩，到明天再回来好不好？当然好了。哎，那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赌场啊？我听祥哥说过，他常常啊带大客户去赌大钱呢。是啊，阿祥他说啊，他常常去那边赌，哎，输赢很大的。是是啊。清华，你有试过吗？我当然没有试过了，我们这种小生意哪像表姐夫那么大呀。哇，有大型的贸易公司，还有批发燕窝呢，你们在大陆的关系一定很好，人面也广啊。大伯父，如果你有什么中港生意，记得算我一份啊。哎，别这么谦虚，口齿伶俐，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能干的人。外话说回来了啊，现在清华啊越看越像阿祥啊，比他年轻，而且比他帅。哦，我老公跟唐姐夫一样能干，那就好了。这还用说？看你们两个的气色，哇，今年呢会行大运呢，我担保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我婆婆帮我们去黄大仙求过签，说我们今年会遇到贵人。真的？哎，应验了，遇贵人你遇到了。已经坐在你的车上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有大伯父呢就没穷人呢。财神到接财神，大家欢乐接财神，接得财神喜欣欣，从今不怕受穷困。财神多接财神，大家欢乐接财神，接得财神好开心，财星高照旺财人，一生幸福永康泰，一生运好如贵人，年年今夜财神到，岁岁今宵接财神，财神到接财。